春哥第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Andy， 为什么？就以前小时候，我隔壁里面住了一个大姐姐，有一个她的弟弟叫 Andy Gibb。哦，你不是因为刘德华叫 Andy 吗？你不是跟我讲刘德华所以叫 Andy 吗？看那个街舞那些吗？这个我也会啊。来嘛来嘛来嘛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啊，说嘿嘿，小白太聪明了。我们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担心吗？孕晚期生产啊什么的？我很想顺产。我建议是剖。是不是真的想自己生？因为我们确实有产房里生一半不想生的，就是往外爬的。啾啾，我现在上午把字写了吧？哎呀，今天两篇太麻烦了。哎呀，别耍赖啊，耍赖也得写。王成光，你带人。我跟我太太是不同的育儿模式，她很严格。你想通过撒娇来不完成一件事情，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。